係第二。海關喺中環執行反盜版任務期間，有疑犯走甩咗，當局正追捕六至七個涉案人士。警方接報海關有疑犯走甩咗之後，派人封鎖現場。又增援協助追捕，便衣探員同鑑證科人員到場調查。海關話：朝早喺中環碼頭附近天橋部署打擊販賣盜版光碟行動，喺一個可疑男人身上搜出懷疑盜版光碟，但係拘捕期間遇到反抗，幾個懷疑同黨突然出現推撞海關人員。海關話：突如其來嘅阻撓，加上要顧及途人安全，疑犯喺混亂中走甩咗。消息話疑犯係蒙古人，其中一隻手已經被海關扣上手扣。而五名海關人員擦傷送院。雖然案發的位置側邊是有些小的攤檔，但是檔主說由於他們開檔的時間是上午11點，比是案發的時間遲大約半個小時，所以他們都見不到事發的經過。有立法會議員質疑海關部署不夠周密。我們希望海關在人流多的地方裡面執法的時候，也都是要顧及到市民的安全。我們不知道他身上有沒有其他的武器，會不會有其他的行為是影響到市民的安全。海關說會繼續打擊街頭售賣盜版光碟的活動。無線電視記者蘇敬恆報導。